저희 자 마소이 삐네. 的华彩少年选秀节目即将播出，节目中各选手所要穿的制服也随之曝光。选手田苗苗就穿着制服跳螃蟹舞，可爱又充满青春朝气。不过这身像运动服的造型却被网友调侃像校服。相比于大家熟悉的男团女团选秀节目里的短裤西服造型，华彩少年的制服显得更加接地气。你觉得哪一种更好看呢？而作为第一个有比试环节的选秀，小辉有点好奇，你们期待吗？可爱了，欢迎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小涵，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。啊，对，然后我的行当是老旦。